农历春节脚步近，台电北西区处特别举办名师挥毫赠春联的活动，邀请到呢新北市现代艺术创作协会吴聪文理事长等书法名师现场挥毫，提供洽公民众索取。春联本身就是把我们的希望跟我们的期望啊写在红纸上，那张贴在整个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门口上面啊，那这个就是代表吉祥如意，能够辟邪啊。处长还特别跟书法名家共同写下“春满东方玉兔迎春”，不仅象征吉祥如意，也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一开始，许多洽公民众就纷纷排队索取，希望能够大家在一年里面都能够吉祥如意、平安顺利啊，然后整个年节都能够喜气洋洋啊。我想这样子的话，不止我们区处的同仁，包括今天来洽公的民众，我们都能够有这一部分这个荣耀，得到我们大师的墨宝。台电北西区处不仅要民众吉祥如意一整年，另外现场还请来护理师为现场民众量测血压，希望大家也能健康一整年。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